的船我的。那左边的船我的。那没关系，也甭管那个船是不是你的，那浪费我的。这个确实没人跟你抢啊。女同行，啦啦啦啦啦！我操，还真有同行啊！没事，他们不是来的。没事，我们有船，我们搜完就开船走。兄弟，我就已经吃过亏了，这群逼就是在这边搜完就阴我们的，我们就搜完就开船走。这边的船长我的啊。左边的船我的啊。哎，我刚才是小时榜第一吗？不是吧，是吧，不是吧，是吧。放吧，奖项给你啊。我想帮你看一下。是吧，应该是吧。是吧，是吧。第二。这都没拿第一，低调，第一拿多了，我就想拿第二，这是为数不少的第二，懂吗？二哥，你知道这句话是跟谁学的吗？谁啊？我们国家有一个打乒乓球很牛逼的那个女的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哦，我知道，银牌藏得很好，金牌乱放的。大魔王，唯一拿过一次银牌，唯一拿过一次银牌，唯一拿过一次银牌。有个段子就是，有一天他游泳孩子了，他孩子就动他的银牌，他就骂他孩子，别他妈乱动啊，这是你妈唯一一个银牌，很珍贵的，那边金牌你可以去玩玩，银牌你别他妈弄啊。全是金牌，全是金牌。去打那个奥运会的乒乓球的时候，那个教练跟说，你就不能放放水吗？啊，把别的小姑娘都打哭了。我已经放水了呀。哎呦，素质低，素质低，素质低！红点我的。所以说，在实力面前，你一切都很轻松。还有张继科那个也是，被别人嘲讽，就打那个世界赛什么的。被那个日本选手嘲讽，然后本来是打了个多少，那个日本选手都快赢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，呵呵，一球都没打鼻气，一球都没丢过，直接打个赛。现在为了奥运会那个乒乓球项目多点国家人玩，现在已经开始往外国培养选手跟自己打了，打出一拳超人的感觉。我日你哥，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去到日本韩国各大那种地方，什么欧洲的，去培养牛逼的人出来跟我们国家的人打，我操，把他们打懵了。以前因为中国奥运会中国乒乓球太牛逼，把那个球的大小都改掉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边发布一个招聘的这个需求啊，招聘需求。等我打完再说。你招聘啥呀？福原爱不是东北人吗？讲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。你拿个全息，我拿个红点。哦，发布一个招聘信息啊！我现在需要5000名的国足球迷啊，为男篮这个球迷进行在线心理辅导啊。找一个，在左边那树。在线心理辅导可以。哦，我操！这个逼打我，我被他揍了，兄弟！漂亮，臭屁是吧？还有一个在下面。
仓库里面呀。仓库，仓库。哪儿？你他妈也出来了！别他妈出来了！在155的石头后面，在前面。想炸我？给我炸那个石头。对对对。炸死了！啊！炸死了吗？结束了他，他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。一剑封喉，被马狗射死了。嗯，这个枪屁股要不要？要。这个吧，给你标点了。这边有个，这边有这个叫什么东西？有这个枪口补偿器，兄弟。哦，读了886。886，我们不占便宜。补偿器帮我带一个呗。高倍帮我带一个呗。没有高倍。我肯定铁点包，你要想。给你带了个补偿。我舔包，对面剩一个人，还知道他位置。我三个队友还打不死他，你看我喷不喷死他们就完了。哎呀，扑啦啦就是狗狗，嗯。嘟嘟嘟嘟。要清醒我。枪屁股呢？包里面，刚才我给你表点了呀。丢！我丢！但野马已与我的金卡。他们走到这儿，这边不用过壳，不用手。我们四小天阁的精髓都是先舔包后干别的事情了。你们看了那么多久直播，还在这里质疑各种东西，你们都是假粉丝。你信不信三个人三刀，我可以一个不就把所有包舔完了再回头看。我信，我信你干得出这种事，我信。马哥，咱俩就不要互相说了好吧？你他妈你怎么逼人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差不多，彼此彼此，兄弟，对吧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真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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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呀，我爱怎么抽奖，你就别管了，大哥。其实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想抽你就抽，你不想抽你就不抽。你看啊，抽20架飞机是2000余次，我现在抽1000余次，到我手。1000余次，然后再折个税，600余次，我还亏了400余次呢。而且这个东西我是一直挂在这里，我也没强求大家一定要抽。它到了2个小时，它就自动开了。那我直播间的什么时候挂？你们赶紧抽啊！唰唰唰，有说过吗？这个事情你可以不抽，但你不要挖苦抽的人。我感觉你素质好低。那我是真的真的想圈钱捞钱，我能让你看得见的，我能让你知道的。那谁没铺去不会圈钱的，对吧？你他酒店不是马上开的吗？过去你想让他赚钱的话很简单，报我名字2000一晚。我的妈的，本来200亿，200亿晚，报马狗的名字2000一晚。多加个零，也没有说多吃个蛋，也没有说就是说理不理黑粉啊，带不带节奏？我看他说的比较中肯的，所以我就解除他的疑惑，也没啥的。你想抽就抽，不抽也无所谓，反正我就抽奖挂在那里，我就完成一下任务，我就完成一下任务的，我就挂在这里，你爱抽就抽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中心区这个位置。绿呗，你最近还去健身房了吗？没有啊。张老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呀。我刘哥需要去健身房。就是啊。我刘哥都快生了。对啊。去了他妈的都得流产了。
羊水做了我的。你再给我几个月时间好吧。还准备要生女儿了，他的酸儿辣女，他最近呢一喜欢吃辣的。也是啊，这怀了最好不要去健身房，这万一这一场沙碰到我可以吗？羊水破了就不好了吧。十一之前我的那个电竞酒店应该开业的，到时候大家来呗，大家一起玩呗，你合照也好，握手也好，就是亲我也好，也不是不行，仅亲我这件事情吧，男的就避免了啊。你观众还是可以。10月25号要去上海。你去上海干嘛？10月15号。我要看五月天演唱会。哇哦！哇哦！腾讯最近不是也有演唱会了吗？我只看五月天。马狗。10月12号，我想去看盖的。马小跳，梦雨。但是没啊。老婆，过来，老婆。老婆，过来，过来。没什么好事，你信我。爸爸，谢谢 K O I S E T O T 的飞机，谢谢小尾巴。没有啊。他有。你都吓了，老子都听到声音了，你装你妈呢？你说你妈的，我架锤子我吧。别打我！我刚才还问小老虎要第二枪屁股，你没听到吗？小老虎给他了。没给我。快点，小米果，快点。好的嘛，好的嘛，好的嘛。哦，空投，喂喂喂，又。开业之前会告诉大家，我还会开户外的。凭我的名字可以获得蓝加菲珍藏上网卡一张，我认你哥。喂。快搞！装甲车！哇！封烟瓦楞国！我丢！封烟瓦楞国！封烟瓦楞国！谷歌封烟谷歌！哦，他都有开车走。怎么被撞死你啊？硬走啊！钢铁之躯啊！他们走了，应该。走了。虎哥。北哥。北北，回一下北北。等一下，还忙呢。啊！现场到来的观众还可以获得马小跳的性感出浴水写真一套，粉色的胸毛加上粉色的 bra， 一角的腿毛再加上紫色的网袜，还有皮卡丘小内裤套装写真一张。变态呀！我的天哪！这就是我马哥能给你们的福利，别的直播的给不了。像屁股。他们停车上面房去没有？不知道。走吧。回去了，原路返回。就在长沙市中心，长沙的朋友可以过来坐一下。如果你是想要来旅游什么的，也可以报我名字，可以拿到一定的折扣。如果你报马小跳的名字的话，200块钱一套房的，它可以变成了一晚变成2000块一晚，一晚变成2000一晚。为什么？马哥就是有牌面。搞了，在跑毒那个，在石头上。爆头一枪 M 四。封烟了。哎西，节目里面吗？对，倒了。下面那个树，爆头了。还有一个呢。远点，那边石头。爆头了，漂亮，挺拳了，31秒。你，我操，这个拳！哦，快跑！马哥别停了，快跑！是在场上，是在场上。哎呀，被你发现了，我操！再看了一眼地图，算了。其实我们安静的在船舱里面待着，其实挺好的。上面的车，
是开了电竞酒店，并不是网吧。哼，睡觉为主啊，以睡觉为主啊，还是休息为主？你他妈玩游戏为主，有电脑玩你他妈睡什么觉？累了之后，累了之后可以玩玩游戏啊，方便一点。我有个建议，咱们电竞酒店那个床上别给被子。为啥？晚上吹空调吹冷了，电子竞技哪有睡觉？床就摆那里，不放个床能显示出是酒店吗？谁让你们上网去睡觉的？蛮便宜的，两三百块钱左右，然后是一天嘛，24小时嘛，然后是配置，配置还是蛮高的，贵的，而且初定啊是有自助餐的，初定。一男一女可以领个被子，不然不让。就人均100左右吧。错了，搞个枪屁股。这他妈清完了，这他妈清完了，残血，这个逼残血，残血救我快点！第五波都快搞他，先救我，就在我头上，我头上，就我头上，趴着，漂亮，马哥。这个树，为啥刚不救我呢？救人！他打马跳，我怕他补他，我想上去打。就劝能进去吗？能不能进去不知道。得打包。我房间走。呀！一个麦田。这么大一个麦田，好炫酷、哦！铁腿水上漂，往我这边走快，往我这边走，快走快走！我不管招聘的，我是捞金啊，不对，我是那个给大家更好的体验的。知道就好了，不要说出去啊，别发问号了啊。怎么现在封口费？封口费，给你们发封口费，好吧？别说出去啊，这事情不能让人多知道。哎，弟子会过几天告诉你们，先要把所有东西决策好。到底要不要送自助餐啊？还有其他东西，各种细节。好了之后呢，会提前一周告诉大家我们在那里营业，希望大家带好钱啊，不对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开心娱乐的在玩。带好身份证过来。带好身份证过来。身份证。以后约小姐姐打游戏，不进酒店，就睡觉。就不用说是干嘛的，什么吹空调啊，什么。休息一下，这种借口都不用了，就说打游戏。哎，睡觉就完了。上网记得带身份证。这种就怕哪种，就怕带着小姐姐去真的打游戏打一晚上。小姐姐说困了，她说困你妈，电子竞技没有睡觉。然后再给她抽一巴掌，给她一大嘴巴子，清醒了没有？老子还在充分呢，老子现在在跟你打排位，你告诉我你想要睡觉？妈赢了你再睡啊！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蓝挂机先死个妈，能干出这事儿，蓝大飞。这个事情是什么人干出来的？大家应该已经。蓝大飞，你看了看了猴子。先抽他个嘴巴子，然后大声吼他：挂机先死一个妈！老子排位赛晋级赛呢。睡。知道这种事是谁干的了吧？蓝总。社会我飞哥呀。眼里，几点眼里过来一个！哇，好马哦！
还有应该。还有那个五人开黑房的，五人开黑房是600块钱左右，反正都是人均100多嘛，然后一天嘛，就一天的，24小时，配置又高。海边有人带你买海边。啊，两个。干净舒适隐秘。这边还有个吃毒的，这边还有个吃毒的，没事。吃鸡了，吃鸡了，就这边海边两个。对。哎，我操，背后有一个。脸上。我说屁股边有个吧，我背后有一个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这把吃鸡。他扔雷了，扔不到兄弟。这边杀完了。剩最后一个，就那一个，就那一个，就在那个屁股后面啊，下面，75，75。我先挡一下，我先挡一下。对，就前面，就这儿了。我在前面吗？对对对对，就在下面。对对。我先聚着，我先聚着。是吧？完了，血混这一把。嗯，这人炸死他了，有意思。天降正义！差点玩脱了吧！全体起立，双击666，再次吃鸡。